其实斗个地主，你就会发现小王一出基本上会被大王干掉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老大在的时候，老二你最好不要发话。那么如果没有一张大牌开道，你再怎么顺溜好看的小牌也出不去，说明头很重要。但是如果一堆小牌连不起来，你即便是拿着一个双王也不一定会赢，说明再牛的头也需要一个好的团队。而且无论你多么的会算牌记牌，也抵不过人家的一手好牌，说明实力比能力重要。最后在必要的时候呢，即使是拆散自己的牌，也要送走自己的搭档，说明大局很重要。那说打牌打得好，说明有头脑；打牌打得精，说明思路清；打牌打得细，说明懂经济；打牌不怕炸，说明胆子大。他赢了不吱声，说明城府深；他输了不投降，他竞争意识强。我发现现在有很多人呢，你叫他干什么他都说没钱，但只要是打麻将他就立马有钱了。还要问打多大的，小的还不打哎，觉得过不到瘾你知道吧。说到麻将，我今天要在这里好好的夸夸他。其实他有很多的伟大之处，我随便举几个例子。首先他成本低，所有人都消费得起，一副麻将不出意外的话你能打一辈子，不像现在的某些网络游戏耗时间来耗金钱，坑死人还不偿命。二一个他消磨时间，几圈下来东方既白啊。毫不夸张地说，这在一定的程度上维护了世界和平。哎，人是最怕无聊的动物，你们知不知道？不信的话，让你离开 WiFi 放下手机坐上个20分钟，你会觉得像一整夜那么漫长，让你这样待一天你怕是都快要疯了。反正我是会疯的。再一个，他对老年人也特别好，练脑子防痴呆，打麻将的时候要骗上家男对家才下家，想要打金可不容易啊。但是麻将图个小娱乐，一旦赌博就闯祸，赌博不能沾，一旦沾上铁憨憨。专家建议：一，能不感染尽量不要感染；二，能晚点感染尽量不要早感染；三，能感染一次尽量不要多次感染。我不是什么专家，但我也来提三条建议好吗？一，能当市长尽量不要当镇长。二，能开奥迪尽量不要开奥拓。有人。三，能挣1000万尽量不要挣100万。最后啊，祝大家在2023年都能挣到1000万，好吗？哎呦我的妈！你们发现了没？阳着的没风，阴着的却疯了。其实阴着也是一种折磨呀！啊，如果你身边的朋友一个个都阳了，而你自己呢却没有阳，你也明确的和他们亲密接触了，但是呢，你依然没什么症状，那么你肯定会有以下很多的状态。你比如说，哎呀妈呀，一会儿觉得头疼，哎呀妈，一会儿觉得嗓子不舒服，时不时的再来一包感冒颗粒，一天至少能喝8斤水，干啥都没有心情。哎，请问你们是这样的吗？哎呦我的妈！教你一招，如何分辨别人是阴是阳。听好了，你们看了，昂首挺胸的阳的，东躲西藏的阴的，热情主动的阳的，有人躲着你走的阴的，不戴口罩的阳的，口罩代言的阴的，听明白了吗？哎呦我的妈！
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啊？就是疫情这些年，大马路上的那些乞丐，他们都去哪里了呀？啊？难道丐帮解散了吗？我还在想，过两年不行的话，加入他们呢。哎呦我的妈！老人言，丈夫出门穿好衣，家中必有一好妻。亲戚再近少往来，朋友再好不共财。王八有钱出气粗，侄儿有钱不叫叔。狐朋狗友墙头草，饭菜再好也喂不饱。从此不交无情友，留下剩饭全喂狗。您觉得有道理吗？请问钱到底重要吗？今天听到这么一段话，给大家分享一下。说有人为了钱出卖青春，有人为了钱放弃自尊，有人为了钱熬到清晨，有人为了钱四处狂奔，有人为了钱看破红尘，有人为了钱难舍难分，有人为了钱做人忘本，有人为了钱满身伤痕，有人为了钱起早贪黑过着流氓生活，有人为了钱抛妻弃子非要伺候富婆，有人为了钱坑蒙拐骗去监狱里吃饭，有人为了钱干上传销拿青铜开刀，有人为了钱放下面子去送外卖，有人为了钱欠债不还当上了老赖，有人为了钱背井离乡出门打工，有人为了钱满口谎话言不由衷，有人为了钱当起黑社会最后人生干报废，有人为了钱充当保护伞最后是夜难眠吓破胆子回一晚，美好的人生不圆满，官再大钱再多阎王照样图你脱。专家、小偷还有骗子，你觉得他们三个人谁更厉害啊？啊，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，听完你就明白了啊。说有一天呢，这专家、小偷还有骗子三个人在一起聊天，哎，他们都觉得自己很有本事，各自互相看不起呀，都觉得自己更厉害。哎，这小偷最先开口。小偷就说呀，呵呵，我想要什么动动小手就能得到。这骗子一听呀呵，表示不服啊，说我想要什么动动嘴皮子就行了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的专家出场了。专家不慌不忙的清了清嗓子，说行了，你们都别说了，我要是看上什么我会正大光明的去拿，你们两个只会用下流的手段做那些下流的事情，我跟你们就不一样了，虽然我做的也是下流的事情，但是我用的是上流的手段，听懂了吗？哎呦我的妈！给你100万，让你选择一年不出门或者一年不碰女人，你选择哪个？不碰女人。你真的能做到吗？能啊，我不碰女人，但是有了这100万，我可以让女人碰我呀。哎呦我的妈！我看你牙齿不好，磨损的挺厉害呀。这都怨我老婆。这跟你老婆有什么关系？结婚之后的日子，我都是咬着牙过来的。哎呦我的妈！请问大师，男人和女人有什么区别？女人敢穿裤子，男人却不敢穿裙子。女人敢管自己叫老子，男人却不敢管自己叫老娘。女人哭了叫楚楚可怜，男人哭了那叫娘炮。女人跟女人牵手叫闺蜜，男人跟男人牵手叫变态。哎呦你妈！你整天喝酒，为什么不考虑戒掉呢？有钱人为了养生而戒酒，有本事的为了前途而戒酒，有车的怕酒驾而戒酒，我有什么资格戒酒啊？哎呦我的妈！大
师，科目四规定备胎不能作为正常轮胎上路使用，但科目一又规定没有备胎不能上路，这说明什么呀？说明备胎你得有，但不能经常用。哎呦你妈！公交车上有很多人让座，地铁上很少有人让座，高铁上根本没人让座，飞机上不可能有人让座，请问这能说明什么？说明让座是我们穷人的事儿。哎呦你妈！你手机都这么卡了，为什么不清理一下？为了省钱。开什么玩笑，手机卡了还能省钱？昨天几个哥们出去喝酒，大家抢着买单，那边账都结完了，我支付宝还没打开呢。哎呦你妈！请问大师，我一拳把自己打伤了，说明我很强还是很弱？说明你很傻。哎呦你妈！收破烂的都说高价回收，有个作品的就说违者必究，媒婆都说老实可靠，开车的都说马上就到，电线杆子上都写着重金求子，医院里都是白衣天使，做买卖的都写着清仓甩卖，有些人总说拭目以待，卖房子的都写着急于转让，有些领导就说人民至上，卖二手车的都说原版原漆，做推销的永远都说质量第一，法律面前都说人人平等，算完账的时候就说改天我请，穷人总说勤劳致富，直播间里都说全凭手速，网上夸人温柔可爱，美容院里常说青春常在，专家说感冒轻型，搞对象的时候都是海誓山盟，刚认识的朋友都说三生有幸，你要看小广告都写的包治百病，山上的核酸检测，醉汉口中的改天请客，政策的坦白从宽，三年的口罩核酸，吹牛逼的都说手艺一绝，美女们都说正规按摩，老板们都说多发奖金，网上都说老妹单身，流行的专家好学，他们巧妙的如出一辙，求人的时候都说好借好还，等你要钱的时候，嘿嘿，明日再还。我的粉丝长得就是好看，发财的小手，关注点赞。哎呦我的妈！有发现吗？就是当我们参加婚礼的时候，会出现两个问题。嗯。第一，婚礼的主持人一般都会问新娘，无论新郎贫穷与富有，你都愿意永远跟他在一起吗？啊？然后新娘会毫不犹豫地回答，我愿意。那我就在想，如果新郎要是给不起彩礼的话，嘿嘿嘿，是不是就有可能没有这场婚礼了啊？第二，一场婚礼浪不浪漫，除了新娘会特别在意，好像其他人都不是很在意，哎，特别是来访的客人，哎呀我的妈呀，他们只管什么时候开席，什么时候能吃饭能喝酒啊。在他们心中，婚礼的好坏取决于你桌上的酒菜，你婚礼办得再隆重，最多讨论你一两天，但是你要是菜办得不好，嘿嘿，有可能要讨论你好几年呐。啊，您觉得呢？哎呦我的妈。上班和退休有什么区别？哎，这么说吧，上班的时候是能挣钱才能吃饭，嗯，退休以后呢是能吃饭才能挣钱。哎，这个世界是属于你的，也是属于我的，但归根结底是属于那些能吃的、健康的、活的时间长的。哎，总结一句话就是，年轻人挣钱是为了吃饭，退休的老年人吃饭是为了挣钱啊！哎呦我的妈！确定你没有做梦梦到我是吧？这个可以吗？你今天准备唱什么歌？大家好，一首男女双声版的《相思夜难眠》，送给各位家人们。
要断狮子三条腿。
去问一下我的司机。哎呦我的妈！现在我要去洗澡，他们让我打麻将，不是我跟你吹，我的名牌一大堆，都用 LV， 保姆开奔驰拉美，你小子真能吹，不小脑子就进水。我在西山见过鬼，抱着地雷。吹一段啊，让老铁们评价一下，看看咱们俩到底谁最能吹。来呗，我怕你呀、啊！哎呦我的妈！火炎发散中药方，忘情水能治情伤，后悔药能中大奖，恢复出场猛喝汤。一不做黑瞎眼，太平洋上建桥梁。消费阎王赏我500岁，我也没给你吹，我在银河修铁轨，牛郎感动得流泪，坐上高铁去吹。接着来呀、啊，感冒来呗，开笔牛技术那家强，除了勇哥无人挡，要再跟我较量，你吹成内伤，当登山吹牛棒，世界吹牛不败强，浑身都是黄吹亮，泰山压顶都能扛。论吹牛我第一，我能吹到你断气，我有黄金拖拉机，拉煤都用布加迪。你吹牛是小弟，我买菜用直升机，我巡逻开战斗机，我去月球。来呀、啊，兄弟！上次吹牛没分个高低，接着来呀、啊，大哥！来呗，开笔！哎呦我的妈！牛技术那家强，除了勇哥无人挡。要再跟我较量，我把你吹成内伤。哎呦我的妈！上吹牛棒，世界吹牛不败强，浑身都是黄吹亮，泰山压顶都能扛。吹牛。媳妇儿
又回头率，你说演技不演技？我的媳妇是万人迷，出门都开兰博基尼，领导送她新手机，还天天给她发福利。我媳妇能拍戏，张艺谋说她了不起，亲自接她去好莱坞，给她的年薪都过亿。我媳妇你比不起，马跃是她的亲戚，淘宝上面买东西全部都是。老话说得好，挣钱如滴水，花钱如流水。但我觉得说的还不够好，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人都是挣钱如滴水，花钱如瀑布啊。钱是怎么挣来的，我们是清清楚楚的，但钱是怎么花掉的，我们始终是模模糊糊的。钱难挣，屎难吃啊，同志们，我们一定要学会骑自行车去酒吧，该省省该花花，好吧。人长期缺钱会导致什么你们知道吗？反应迟钝，两眼无光，不善交际，性格内向，心情消极，抱怨种种，与社会脱节。我真的很羡慕那些还有时间为感情发愁的人，我们的时间只够对钱发愁。如果失个恋就是你人生中最痛苦的事情，那你的人生该是有多么的幸运。的确现在的人心态都开始变了，越来越爱钱了，包括我。不是我们现实，是现实导致我们不得不现实。我们怕父母老去，怕自己撑不住垮掉，物质也好，现实也罢，说一千道一万，人不能没有钱，这就是现实。但是你们不要以为有钱以后就会像你们想象中那样快乐哦，你错了，因为有钱人的快乐你们根本想象不到。没钱的羡慕有钱，有钱的羡慕没病，有病的羡慕有命，兜兜转转永远这样。其实生活的本质除了一地鸡毛，剩下的就是一日三餐，健康活着最好。我经常跟粉丝朋友倡导，做人不要总是去跟别人比，真的会很难快乐。优秀的、优越的、有钱的人太多了，比不过来的。不是说这就不上进，而是让你不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，简单知足一点就好。或许在别人的眼里，你也是被羡慕的对象，只是你从来不发自内心的那样认为而已。况且人都会有烦恼，这个世界上有人20来岁就开始相夫教子，有人30几岁了还在追求梦想，有人为了车为了房拼了一辈子，有人买了一辆摩托车走遍了祖国的大好河山。所以生活是自己的，不要太为难自己了。一岁有一岁的味道，一站有一站的风景，花会沿途盛开的，你是你永远猜不到生活会在哪个路口突然就给你一个坎儿，你也永远料不到生活会在哪个阶段突然就给你一份爱。所以活在当下，未来可期，不要慌张。